人吗？爱的苦酒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那是个笑话，扮丑，很像，那就是个技术活儿。扮丑不丑，那就是艺术。我觉得豆儿扮丑，他还带点可爱，我觉得那就是艺术。是这意思吧？扮丑不丑那是艺术，那是人家的大咖对我的评价，反正对不对？是吧？是的哈，人家一看说呀，本身是个正常的女的哈，这一扮小丑起来，那还有几分姿色，那看起来还是挺过，就是挺上眼的哈，还挺不错。没办法呢，艺术中升华，慢慢的嘛，慢慢的嘛。有带点俏皮感，带点可爱的感觉。哦哟，哇塞，咋看都可爱。对，你就是个艺术品，只许远观，不可以近瞅。你们只能在屏幕里看看我，要是在现实当中，只能吓死了。对不对？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，瓜甜不甜？你有病啊！你问我瓜甜不甜？我是卖瓜的，你问瓜甜不甜？是不是啊？那必须要这么卖呀，哥呀！不这么卖，人家说你瓜甜不甜？我瓜不甜，你不用买了。那我还摆什么摊儿啊？对不对？就像我卖衣服、卖鞋子，人家说衣服好穿不？鞋子好看不？鞋子舒服不？我说鞋子不舒服，你别买了。是这意思吗？口红用的是什么颜色？大姨妈色儿，姨妈，哎，姨妈色儿。衣服挺好看的，那必须好看呢。哎，那个这个套装哈，运动套装39.9，这个围兜我就不送了，行不行？你们穿也穿不上，这是我表演的围兜，我这是说运动服里面这一套39.9哈，家人们。哎，这个是一套运动套装，哎，是39.9，这个。这个一般都是穿里面的，我这个是穿外面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小兜就不送了。你说送一个豆妹儿也行，这小兜不送了。他们说的是啥？说的是说豆儿，你什么内衣怎么外穿？一般人家这个都睡觉穿的，穿在里面。那我说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把它穿在外面了。那裤衩子要是穿外面的话，那就是超人。哎，兜兜穿外面那还可以哈，兜兜穿外面，你穿过的给你吧，一身臭汗你要吗？那行，那我这有我的豆妹儿的味儿的话，你必须后面给我加3个零，不然我不卖。39.9哈，从福建发货，福建有几个仓库呢啊，福建发的比较多。速干面料穿在身上，我的个妈呀，穿在身上一
凉快的不得了。那坐在这里我跟你说都冻得慌。啊，就现在这个天气，你穿这个衣服穿这个裤子出去都冷啊。哎，都冷，你得要天在高温期间你要这么穿的话还行，现在的话你冻脚还冻手不太适合，就是这个就适合夏天穿的，夏天穿的哈。这个面料的话你就吹一阵风说呜呜，就是像吹空调似的啊，吹空调似的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不穿衣服的时候你感觉外面的情况，哇今天高温啊，但是这么一穿的话你瞬间把空调穿在上面的。啊，你这有关节炎的，为什么不做这个套装？为什么不做长裤呢？因为就是怕这个膝盖关节到时候空调一直敷在上面受不了，所以做了一个短裤套装。哎，这个不用关节，对不对？你长裤的话，那个关节到这边那么冷的了，打哆嗦，到时候有关节炎啥痛风啥的，你们等一下，你们来找我，我可不好办呢，才三十几块钱，你们说呀，找我呀，看病啥的，真不行哈。啊，人都保鲜了，已拍佳节，上海市发货吗？现在暂时发不了，现在暂时发不了，你能拍，但是暂时发不了。鞋子袜子收到了，给个好评呗，么么哒。防晒衣有吗？必须有，你们要想防哪里的晒？我现在给你们说的那个防晒衣的话，只是防上半身，下半身的话还没有防起来。啊，下半身的话还没有防起来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这个防晒衣啊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家的这个防晒服。那我的个老天爷呀，那好的呀，真是不得了。那夏天你不要防晒嘛，对不对？那太阳晒在身上，你说哎呀，我晒到身上老热了，我皮肤都晒黑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男女啊同款，哎呦我的个老天呐！你看我穿在身上那个防晒衣多好，擦我的个乖乖，往身上一穿。瞬间你气质这一块你说没毛病，你擦什么的这一拉，哎呦我的个妈呀，啊你这帽子假如你不戴的话你就戴这个帽子往上一扣，哎你这太阳再大你怎么晒。啊还有手套，哎你这不用戴手套，你问他们冰丝的防晒服哈，你们太阳他要看到你的时候第一时间从哪里开始晒你，从哪里下手。你问问看他们，问问看太阳，你就是这么穿了以后他要照射哪个地方，就是他要从哪个地方下手他都摸不着地方，你们这么说严严实实。啊，男生女生都有，男生女生都有啊。颜色有很多种哈，打拍了的加急的我们优先发货啊，打拍了加急的我们优先发货，送运费险啊，送运费险。啊，这个非常好看啊，这个衣服的话质量也好，59.9，这个质量是哇哇的好。不是说一般的那种防晒服啊，薄的跟纸一样，又闷气，这些我不喜欢。这种的又放在包里啊，它又不起皱哈，一点不打皱，放心吧哈。尤其是男生啊，哥哥们要钓鱼的话，给你全副武装。啊，钓鱼的话给你们全副武装，好不好？运动装有没有棉的布料？没有，这个是树干的啊，这个是树干的面料哈，不能把这个棉子说起来，说出来这容易要违规。呀咿呀，笑个不停，想你呀咿呀，笑不停。爱的苦酒，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旧梦。收到了，那质量好是不是啊？啊，都说好，都说挺好的啊。这个价格物超所值，确实是可以哈。拍了的我们送运费险哈，拍了的送运费险哈。
你在直播间里直接打拍了，我就知道了啊。送运费险，我们加急发货，加急发货，你们放心了啊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我发货特别快，发货特别特别快。五号起球吗？五号是啥呀？起球啊？就我身上穿这个，不起球，放心吧，不起球，哪会起球啊？起球的话，我还能穿吗？啊，这个是不易皱速干面料，洗完以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干了哈。啊，就干了，就干了，收到，给个好评，谢谢大家。质量和你的颜值一样给力吧？意思就是说我的颜值基本上也挺给力了呗。哎，你们说我的颜值算还可以不？颜值就是我就拉出去，不用，我先把两个圈圈给卸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洗发水我等一下给你上哈。但我们家的洗发水特别好用，因为一直要问的。不是大哥说了问我的颜值有跟那个质量是一样的吗？我得让看一下，让看清楚一点，看清楚一点，然后看一下我的那个颜值，然后跟质量比一下哈，跟质量比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帽子呢？我得穿一件啥衣服呀？穿个兜兜也不像啊。贺彤姐，跟颜值基本上差不多。我们家衣服的质量跟这个颜值基本上有点匹配吧。啊，就这个颜值跟衣服的质量是一样的。嗯，你们看就行了。欢迎文艺姐。今夜风阵阵，今夜花纷纷，今夜雨蒙蒙，我不能忘记往日的誓约，往日的蜜柔情。今夜泪涟涟，今夜雾茫茫，今夜歌声声，我怎能抛却对你的思念，默默在心中奔涌。风呀咿呀吹个不停，想你呀打乙拍的，我们送运费险的，套装上市九米啊，包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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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、收到的一定要给豆一个好评，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福利款了，福利款了哈。你们看我身上穿的这一套啊，就是这个套装、什么歌名我不告诉你啊，呵呵，让你着急。等后面照片是我吗？让大家看一下。雨呀雨呀下个不停，想你呀咿呀想不停，爱的没有露脸，但是你们看出来那身形，那苗条的身材，那不是我是谁呀。套装是39.9米哈，39.9米。迷倒一大片，那你们也没有办法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本来就是长得好看，那各方面方方面面的，那大哥要是过来的话，那一下子受不了，那火箭哇哇刷，刚才就是因为我这帽子没戴，本来刷火箭的时候刷了一个小礼物走了，那么气死了嘛，对不？嗯，帽子有吗？帽子不，帽子是我的，帽子不卖，帽子啊，人可以买，帽子不卖，帽子不就一杯又一杯，像一场失去的一号裤子可以看看吗？可以，我穿上给你看吧。
啊，有竖脚的，有平脚的冰丝裤，强力推荐啊，强力推荐。你穿着我要空调间里穿这个还嫌凉呢，真嫌凉，真嫌冷，我跟你说。那冰丝裤穿着，这等一下，我开着空调，我穿着属实有点凉，穿上去冰凉冰凉的感觉。你就一般的这么穿还行，你要是空调里面穿是有点凉，还是有点凉哈。大肚子的啊，大肚腩的哈，大腿粗的哈，屁股大的哈，一定要穿这个，舒服的要命，透气不闷汗。啊，夏天穿的冰冰凉凉滑滑的，有竖脚的，有平脚的，这个竖脚的，但竖脚的我看着感觉比较洋气。哎呀妈呀，你这老舒服了，我屁股臀部都给你看了，臀部都给你看了哈，你要练功啥的，你要练太极拳啥的都行。不是戴着这个帽子连太极拳不像，这有点违和。你看这个，这个裆啊什么的，弹跳弹力特别好，是不是？你是练功都行哈，你是练舞蹈啥的，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尤其是胖子啊，尤其是大肚腩的，69.9哈，你们穿过的哈，可薄可舒服了，贴在身上的时候那可凉可凉。我真心跟你们说句话，你家里的睡裤你都不用穿，就穿这个可舒服了。这个面料的话真的很舒服。我今天上午起来我就睡裤，我棉的睡裤我不想穿，我就穿这个。我妈也穿这个，她说这个穿起来你出门也行，在家穿又舒服啊，前后左右你干啥都行，太舒服了哈。尤其是肚子大的一定要配，肚子大的穿什么裤子觉得舒服的，怕炸线吗？不炸线，除非你屁给它崩了。威力大的是那个是崩了。谈恋爱方便吗？哪个啊？这个裤子啊，谈恋爱方便，谈恋爱方便。那个裤子的话，它没有那个拉链，没有拉链，也不要收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也不要收皮带，这样往下一拉就可方便了，可方便。哎，谈恋爱也不耽误啊，这个裤子就这哎一赖就很方便了，这个太方便了哈，方便方便。哎，你这个袋儿啊，你这个袋儿啊，系也好也不系也好，那就反正就是很方便，很方便啊，特别特别这一点不耽误事。哎，上厕所也快，上厕所也快，男孩女孩都可以穿，男女老少都可以穿，啥事儿不耽误，放心吧，放心吧哈，指定不耽误你谈恋爱啥的。你要着急忙慌的，这裤子歘往下一拉可快，一秒钟的事儿。哎呀，我这老天爷呀，直筒的啥样的啊？直筒的就是他脚是筒直的呗。哎，直筒的话他的脚是直筒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他筒是直的，小脚的话那他的脚是收的，看到没有啊？脚是收的，看到没有？还有烟灰色的哈，还有烟灰色的，好吧，这个是烟灰色啊，他的脚是收口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脚是直筒的哈，直筒的它是平板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上下是一样粗的，这个是收脚的，它有粗细。我这么一解释明白了吗？透气不？那可透可透了啊！你有啥气呀、啊？除非人身体里的那一股气，其他的就不闷汗，不闷汗，穿的可好了啊！59.9啊，69.9，在一号链接，我们的夏天必穿的冰丝裤，开裆的有吗？怎么你要穿的显年轻吗？
旺哥，旺哥是不是要穿着裤子想要显年轻，穿个开裆裤？你开裆裤穿不行啊，开裆裤穿了你必须要捧个成人尿不湿啊，不然那换着穿着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开裆裤显年轻，嗯呐，穿起来拉风。过6月1号啊，穿开裆裤啊，开裆裤没事，你把它剪了不就行了吗？就不就开裆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把它剪，这个裆你看呢、啊？这个裆是掉到这儿，掉到这儿，下面那个有，不是有裆的吗？你说咔嚓往那么一剪的话，你就开裆裤。那这样的话放屁，它也不兜了，直接就出来了，那个啥的。挺好的，挺好，说实在的，挺好，各方各面没毛病啊，各方各面一点毛病都不有，开裆就不磨裆了，拉风透气。哥呀，你开裆了拉风透气，那你不好问这话，你要是开裆了的话，那里面那个小内内穿不穿呢？你要是不穿的话，那甩啊甩的那更凉快。那不过不行啊，那不行，那容易被警察抓的、哦、是不是啊？你不然的话，我劝你的话，你不能这么穿，就是啊，你还是穿我们这个不开裆的吧，它保险一点。出门的话，你里面就算不穿的话，甩啊甩也舒服的。这个面料贴在身上的话，比那个露在外面的话还要凉快。所以说这个面料比不穿还要凉快的话，你还是就这么穿吧，就同意你就这么穿，好吧？哎，反正你就甩甩的，都没有事情。套装跟防晒衣都受到了好评，谢谢海姐的好评。你看看人家好评多少，穿的就是舒服呀，舒服呀。啊，豆儿劲儿开摊了，嗯呐，劲儿像整点就赚点2块3块的哦。大家能支持豆一下的，你们看看有需要的，什么甩啊甩很舒服的冰凉裤，啊，还有那个不怕太阳晒的防晒衣，还有那个跟老头老太太跳舞的。啪啪啪的弹跳力特别高的那个椰子鞋，还有防臭脚的袜子，你们都可以一套下单。我这里的购物车你一套下单在200多米，哇，穿上去呢，老太太看到你了说，哎呀，我的帅老头来了，都抢着跟你要合跳舞啊，跟你合照啊，什么玩意儿。你卡码怎么拍？衣服还是裤子？裤子卡码不用往大拍，衣服像我这个套装的话卡码往大一买拍，好不好？鞋子的话是正码正拍，48小时内发货，打已拍的我们是加急送运费险。豆儿，我100衣服是套装，拍什么码 ？L 码就可以接。有一杯像一场失去的酒。没有办法，哎呀，这一下我真的不是你这网友的这个话呀，我都接不上来。说实在的啊，那个你们问的问题呢，我尽量能够回答你们的，我就回答你们。防晒衣卡码，防晒衣差不多啊，它有弹力的，卡码也不需要往大的拍，差不多啊。你们问的问题呀、啊，你们要问一些，就是差不多我能咳咳回答得了的，你不要整个就回答不了，什么开裆裤了，又是什么那买一只鞋了，另一只鞋下一单再买，鞋子一单一只什么这些不存在呀，这些我这回答不上来呀。椰子鞋有运费险，一个厂家的都有运费险哈，都有运费险。买衣服送才艺，买衣服给你送一个斗鸡眼吧，行不行？哎，买衣服送一个斗鸡眼吧。昨天我有一个大哥下了一单，夸了20块钱运费，我给他跳个舞蹈，跳了那汗一身一身的流啊，那20块钱那花的老值了。那后来那哥看着我跳了一身汗，他说20块钱花老值了，他后来又给我刷了几个礼物，一下子我在我直播间里坑了好几百块钱。
哥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本来就是说想支持你，想买一双鞋的，后来又坑了我礼物了，哎呦，一下子算算不划算，下次都不给我来了，妈薅得跟葛优似的，下次都不敢来支持我了。后来他们跟我说上海可以发货吗？上海可以发，但是这近期肯定还要等一等啊，可以下单，可以下单。那他们都跟我椰子鞋已拍好嘞，谢谢大家的助力哈支持。他们跟我说你薅大哥薅羊毛不能往一个人身上薅，薅的那这一根毛没有了，下次不行了，下次不来了，薅死了。天津阁也不，你看能不能下单哈？能下单的话，基本上能行，但是你要看售后通知。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，他可能要稍微晚一些。行不行？鞋子是成双成对的，咋能拆呢？他们又一只一只买，还要分期付款。我说哥呀，就69.9米，你都要分期付款，你是混的有多差吗？这老婆子，你一个月工资啥的，你也不给一下吗？老婆工资，对不对？混的太差劲了，你说，那你就用花呗呗，先付一下，分期呗。是不是啊？那这样是不是薅秃噜皮了？对呀、啊，薅秃噜皮了，你真是秃噜皮都好没有了。你别笑我，那这有啥笑的？冰丝凉凉裤哈，一号链接，冰丝凉凉裤穿的可凉可凉了，里面都不用穿小内内，都可以甩起来。可以做深蹲啊，可以跳舞，可以运动，哎、可以打仗，舒服，丝滑，透气，清爽，运动，什么玩意儿都可以行，还适合谈恋爱。好吧，这个冰丝凉凉裤大家都一定要一人拍一单，还可以谈恋爱。对，谈恋爱的速度非常快，不着急。支持老乡已购鞋跟套装，谢谢老乡的大力支持。那这家伙老乡不支持更待何时，还要痔疮，真的吗？就是因为透气的，所以还能痔疮，内痔外痔混合痔，不用去医院，直接穿这个裤子就行，透气，好吧？男孩女孩都能穿哈，像我这种瘦子也可以穿，胖子更要穿，因为胖子的话那肚子大呀，就走路的话哈哒难受啊。到了夏天以后，那肉多了以后，属实有点不舒服。但是穿这个裤子穿了，我跟你说，胖子的话也没有束缚感啊。你像这个没事啊，不崩。看看直角裤的脚都不收的呗，都是直的呗。收脚是收脚，直角就是直筒。直筒是大脚啊，直筒是直筒。小脚是收脚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就是这么个收的哈。看看防晒衣，好嘞。哎呀，我卖个货，我的个妈呀，卖个货比表演才艺累多了，我要跟你们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不解释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所以说要一直关注你。为什么没有点个关注？你咋关注的？这个眼关注的，那个眼关注的。刮风别穿，容易吹着。不是，刮风能穿，刮风下雨就是太凉了，就是太冷了，我怕你们哆嗦。开空调的时候别穿这个冰丝裤，那冷的呀，就像空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觉，太冰了。啊，这个空调穿着可凉可凉了，你说怎么会这么凉呢？啊，1.75米的体重，170斤，穿多大码？根据尺码拍，上面都有尺码的啊，都有尺码的。防晒服看一看，想要看什么颜色的防晒服？白色的、蓝色的、紫色的、粉色的都有，灰色的都有哈。我刚才穿的紫色，我给你们穿个防晒服吧。防晒服的走线，来，我把滤镜关掉啊。我把滤镜关掉，防晒服的滤镜给关掉，让
让你们看一下更实在的，就是这个颜色哈，看看它的做工走线哈，看看里面的做工走线，好吧？哎，看一下哈，看一下家人们，看一下。这个天，你说防晒服能出门能不穿吗？这个是有手套的啊，直接套上去就行。前面是拉链啊，前面是拉链款，拉不拉反正你们看。要出去防晒，你说要把它帽子啥的全部扣上的话，你就把它拉链给拉上。这样就很舒服啦，出门不怕被晒啦。鞋子的话，我们家椰子鞋啊，还没介绍椰子鞋，一套这么穿的话，是不是还可以啊？啊，是不是可以吊儿郎当的可以出门啊？走路带着风了，现在的，走路自带风啊。之前就是有的面料他们防晒服做的那种闷闷的，一出汗就闷闷的，这个不是的，很透气的，也是冰丝面料，滑滑的，凉凉的啊，这个穿上去不热的啊，它只是防紫外线，只是防紫外线不被晒到你的皮肤，晒黑晒疼晒得揪心啊，是不是？鞋子和袜子都收到了五星好评，你看看我第一批卖的他们都收到了，才两三天他们都收到了，他们都收到货了，收到货的姐姐们一定要给我一个好评，后面确认收货给我好评，好不好？这个颜色是女生的颜色，男生的颜色有点不一样哈，男生的有点灰色、湛蓝色、天空蓝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？灰色哈，男孩子的颜色不一样，老看跳了都不知道买了，你赶紧买吧。这个是二号啊。我现在说的是二号冰丝的防晒服，黑色的有吗？不要穿黑色，黑色吸热，防晒服基本上都是浅颜色，你看都是出浅颜色的啊，黑色它有点吸热，说实在啊，大热天穿上的话穿这个清爽一点的颜色好不好？大热天穿上热嘛，它是防晒的哈，防晒的，不然的话你太阳晒在身上还真不行，穿这个还反而还舒服一点，没有身上没有那么太阳长期晒没有那么痛。买一发八三十，对，三十防臭的哈，袜子是买一发八，你穿我的椰子鞋你就要穿这个袜子，它这个设计跟你椰子鞋的设计是一样的，穿在上筒。高有不高，矮有不矮，正好、哦、我穿这个鞋子是，你看后面是弄着你的这个跟是正好的，这个袜子到这边哈，后面这个包住脚踝的地方可舒服了啊，这么穿的话是正好的，椰子鞋穿在里面是正正好好，哎，防紫外线啊。男款的颜色就湛青蓝、灰色、天空蓝，男士的话建议穿灰色吧，对，灰色是大众颜色，还有一个是天空蓝，跟女士的样子是一样的，就是颜色有点不一样哈。男士的话这颜色是不一样，其实它的款式是一模一样的，男士穿黑色建议哈，灰色好看。唐装衣服有卖吗？唐装衣服没有啊，防紫外线本来就是啊，还
还有白色，对，白色，白色灰色其实大家都可以选，白色跟灰色啊，男士都可以选，女孩子的话就可以了呀，什么颜色都可以啊。藏青色看看，藏青色的话就不用看了，就是那种藏蓝色呀，藏蓝色哈，现在是藏蓝色，就这个颜色跟黑色差不多，但是它是看到没有，就这种蓝深的哈，深的藏蓝色。有运费险，打拍了的加急送运费险，打拍了的加急送运费险，如果你们拍了打拍了加急送运费险好不好，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好吗。江苏镇江很快的，江苏镇江很快的，我们发货就非常快。白色的不用看，就纯白，纯白色跟我身上那个套装的颜色是一样的，纯白，纯白色，这个不用看了哈，就纯白，里面你要配套装配白，鲜艳一点的就是纯白色，非常正的白色啊，非常正的白色，很好看的，这个随便你配，这个随便你配哈，好看。拍了加急，好的好的，你们拍加急送运费险，送运费险，送运费险哈。拍了一号跟五号加急，好了，谢谢。你那个眼睛转的是怎么转的？你拍我一单，等一下我告诉你。拍我一单，等一下我告诉你。不然我都不想说，这是我的秘密。这是我的秘密。想笑我就笑，想疯我就疯。精彩我从来不认命，走路我带着光，要与众不同，别问我练的啥武功，告诉你也不会懂。要拍三单再说呀，要拍一套衣服、鞋子、外套、袜子、裤子都要拍了以后，我这个马上就演给你看，不要说了。一套啊，带着光，不以我样样懂，我要我的潇洒人生，走路我带着风，要与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那我是肾虚啊，肾虚肾不好，所以泡点黑枸杞。你们年纪还轻，不要学我。我年纪大了，所以说我必须要拍一点这种枸杞，补补肾呐。天上飞的姐，你拍的啥？天上飞的姐，补补肾呐。啊，有点虚，谈恋爱都快谈不动了。所以说你们刚才说穿我身上的裤子能谈恋爱吗？我一想，哎呀，我都多久没有谈过恋爱了。所以说我穿的裤子我都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，但是我后来一想，这个裤子是松紧腰的哈，谈恋爱不费事儿。穿了这个裤子我得找人谈个恋爱，不然费这个裤子就浪费了。别问我练的啥武功，告诉你也不会懂。维尼姐买了套装啊，维尼姐啊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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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，感谢我姐，谢我姐的大力支持。好了，最后我给你们